今天继续从，这还在新药开发中心嘛，但是我们要被赶出去了。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さっきセンター長室にお邪魔してたものです。え？はい。何かお忘れ物でも？いや、急で恐縮なんですが、実はアドデックナインの庄野さんともお話ししたくて、どちらに伺えば会えますか？それですと、開発研究棟ですね。異常タンパク質の研究フロアだと思います。他的嘴巴有在动，我以为他嘴巴没有在动。ゴールドのカードキーがいるところ。ええ。でも、哇，所长的许可啊，刚好跟所长闹翻，完蛋。ちょっと聞いてみますね。失礼ですが、もう一度お客様のお名前を。あ、なら悪いからいいです。木戸さん、さっき忙しくしてたから、また出直します。いいんですか？センター長の耳に入ったら絶対止められますもんね。でも、一応庄野の居場所は分かったな。深野在开发研究大楼。ええ。案内掲示板か何かあれば。所以我们要潜进去就对了。哦，这里。なんだ。哦，找寻深夜所在的开发研究大楼以及通往开发研究大楼的道路。なんだ。センター長室。这边是所长室。俺らがさっきまでいた木戸の部屋だ。啊哈。嗯？啊，这是医疗大楼吗？センターの付属病。然后中间有一栋，就是可以那个啦，连接到那边去。也不是一栋，中间一个通道，这边这个通道可以连接过去，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可以从这边走过去。怪しい。我可以从这边走过去，然后再从这边走过去。地下駐車場、搬入口だ。出入りの業者なんかが車を運尸体的时候，地下停车场。大久保のトラックを止めてたのもここだよ。啊哈。ん？開発研究棟。ここか。受付の人、異常タンパク質のフロア。異常蛋白质楼层。この掲示板じゃ細かい場所まではわからないです。どこだ？あ、没有。Helicopter。我们调查过了，这边调查过了。这边这个路桥我们不能调查。这边呢？这边是要用金钥匙才能进去的，所以这边过不了。なんだ？啊，医疗大楼、开发研究大楼。Security Gate。ここから奥が開発研究棟か。哦，调查完毕了，应该还有其他可以调查的。これは、我们在的地方。現在地だな。センターの受付ロビーだ。哦吼。好，调查完了。あの、すみません。嗯？何か。こちらの女性が庄野のスタッフで、ちょうどこれから開発研究棟へ戻ります。啊，这么好哦。橋本と言います。桥本。もしよかったら。私が庄野のところへご案内しますが。哎呦，金卡哎，这么轻松吗？いいんですか？ええ。ぜひお願いします。よかった。今ちょうど橋本。柜台的小姐人也好好哦。ありがとう。ではこちらへ。完了，这个助手等下一定会被真野。僕は源田法律事務所の星野です。他的叛徒就在自己身边。センター長のお客様ですから、ここはとにかく広いので案内もいるでしょうし、ご不便をおかけしてます。哦，不会吧？会不会？会不会上去就有一堆人要扁我？アドデックの開発ユニット所属です。そのユニットリーダーが庄野で、私は一番下っ端ですね。そういえば、アドデックナインって。どういう意味なんですか？アドデックは先端創薬開発センター、アドバンスドドラッグデベロップメントセンターのイニシャルです。Advanced Drug Development Center。そこで開発される9番目の薬なので、
だからアドデックナインか。好酷哦！真的好酷哦！認知症ってまだ治す薬がないんですってね。今は病気の進行を抑えるのが精一杯だとか。でもだからアドテックナインは期待されているんですよね。アルツハイマーを治せるって。ええ。日本で認知症の方って何人くらいいるかご存知ですか？多分。哎呀，他这个阳光刚好照下来，他的白衣超亮。ええ、2012年の時点で462万人です。そんなに。哦，好多。これが2025年には1300万人。予備軍を含めると1300万、国民の9人に1人です。でも今の時点でもう施設はいっぱい。60過ぎの方が認知症の親を家で見てるとか、そんなケースもザラです。他的衣服真的好亮。さらに世界で見ると、白色会反光。2050年の認知症患者は1億3500万人。つまりアドデックナインが救おうとしているのは全世界の未来なんです。嗯，愿景很好，但是还是被那些恶势力渗透了。センター長は多分歴史に長残る人ですよ。哎，可以给安安。哎，戴安安。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深野，你们还知道深野是谁吗？就是之前那个在检方当证人的那个深野，就是长得很衰的那个研究员。现在去找他，而且莫名其妙就被他的助手带进来，超级轻松，闪瞎我的狗眼！那个白色在外面真的会被，真的超亮嘞，反射那个太阳光。暗深野攀谈。哎，对了，游戏的声音跟麦克风声音还 OK 吗？我今天这样调了一下麦克风的声音，麦克风声音应该还好吧 ？OK 吗？平衡吗？他的洗衣机已经有荧光剂。小野さん还可以 ，OK。八神さん、八神さん、なんでどうやってここに？少しだけお話を伺いたいんです。いや困りますよ。センター長は知らないですよね。どうされました？哎呦，新人。一ノ瀬さん、伊之濑先生。その、小野さん。来来来。这个伊之濑看起来就很像最后他妈背后会有那种刺一堆奇怪的刺青的那种很打架很厉害的あんた看起来就不太一样さっきロビーで見たの私は一ノ瀬と言います厚生労働省のものでしてねアドデックナインへの政治的な支援を厚生劳动省伊之濑薰卡乌鲁政府的机关也会跑到这个制药公司那不是官商勾结吗官商勾结小野さんが迷惑がられてますお一人は事務次官っていうと官僚のトップですよね役人ならあんたの言うことを聞くんでしょうが俺は違いますよ我是老百姓なるほど小野さん、少しだけお話をさせてください。それが済んだらすぐ帰ります。困るんですって、センター長のいないところで。新谷はなんであなた宛に電話したんです。为什么木村的嘴唇是紫色的？新谷なんて名前聞いたこともないんですよ。大事なことなんです。何か心当たりがあるはずだ。何もない。缺呀。もうお引き取りください。センター長に連絡します。做贼心虚嘛。わかりました。回答个问题会怎样？最後にあと一つだけお願いします。你现在快乐吗？你害怕所长吗 ？At the deck night 关系到一大笔钱吗？你知道神士町的命案吗？我问他神士町的命案啊。哎、欸，还是问他说你害怕所长？你害怕所长？小野さんは随分木戸さんを気にされていますよね。Are you afraid？ センター長がいないと困る。なぜそんなにセンター長を怖がるんです？アドデックナインの開発には
税金が使われてるんですよ。原来是人民的税金。政治なんかも絡んでいて。啊。だから情報漏れとか私たちが疎いところを選択。为了全人类用到税金，那理所当然。でも俺が聞きたいのはアドデックナインの話じゃありませんよ。新谷から電話がかかってきた理由を考えてほしいんです。心当たりはないと言いました。もう仕事に戻らせてください。あ、谁？ここで何してる？幕府哎，啊怎么来了？啊没打电话呢？大将，もう帰ったんじゃなかったのか？こそこそ何をやっている？啊，你也是做贼心虚是不是？について話を。正野は何も知らないと言ったはずだ。ご本人の口からはっきり確かめたかったんです。君、セキュリティに連絡を。もう帰りますよ。行こう、星野君。弁護士会には大臣の名前でクレームを入れておきますよ。え、我不是律师哦、嘿嘿。厚労省の。おお。風見大臣は。弓箭大臣。うちの新薬に大きな期待を寄せている。きっと。君らの行動を気に召さない。但这不是表明了，就是他们就是在隐藏了什么，然后你们也抓不到，我会检举你哦，呵呵的那种感觉吗？干，官大真的是，就真的是可以嚣张哎。結局有钱有权，啊，这个世界的真理。新谷先生，我们就在这个游戏里面体会到一次。正野さんに電話したか。八神さん。厚労大臣がどうのって話は。最近カムロ町でも聞いた。はい。いつだったあれは。誰と話した時に厚労大臣の名前が。我怎么知道？是和真东讲话的时候，是和原田律师讲话的时候，是和林部讲话的时候。在这里上班是不是要戴墨镜？感觉是哦，光害很严重。而且这个地方感觉如果没有冷气，你走这个联络通道，你干嘛他妈热死？这个啦，真东。真冬と話した時か。さあ。でも八神さん、最近真冬さんに会ったんですか？カムロ町で。最近は会ってないな。え、不是真冬啊？だとす。不是真冬？这是跟林部。綾部からだ。あ、林部。テンダーで飲んだ時、あいつが話の中で風見大臣の名前を。確か初めはなんで関西の協力会がカムロ。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背后其实有一个字啊，对啦。的話だったんだ。对啦。協力会は梶平って大手。啊，不是，是那个建筑公司。この梶平が一時期。啊，都市改造吗？開発を計画して会長自ら根回しに。你看，这是一种防护措施，不要走排跑。その交渉相手の一人が厚生労働省の風見大臣。牵起来了。线索牵起来了。都市開発だったら国土交通省とかじゃね？厚労大臣。後生勞動署。何？是在做什么？勞動。確かにそうですけど。後生勞動。それってうちの事件と関係ありますかね？啊，竟然不时出现后劳大臣的名字，这只是偶然还是？分からない。可以帮我查一下吗？那个危机后劳大臣的职位是在做什么？それなら。うちの梶平担当が調べられるかも。杉浦さんですよ。啊，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帅哥，大约等于我们的卫福部。啊，是啊，卫福部。完了，讲到卫福部就，没事没事。なるほどね。じゃあ梶平と風見大臣のつながりが分かればいいの？拜托你了。杉浦の方で何か探るつては？どうかな。でも調べてみるよ。助かる。そっちはまだ創薬センターだよね。少し時間くれる？何か分かったら電話するから。好诶，全部都串在一起了。可是好怪啊，这几个事件怎么串起来的？要怎么串？我就看你怎么串。八神さん。可是管的更多，有管道劳工。哦，是哦。一旦事務所に戻りますね。沙織さんからメールが来てました。对，劳保局也在里面，对了。服部的記者が押しかけてきてるそうなんで。服部的記者。八神さんに取材して。那个服部不就是在专写那个黑化的那个記者？还是另外一个人？僕が代わりに追っ払っておきますよ。是同一个吧，对不对？星野君は源田事務所の次期エースだな。エース。いや、
いいですよそういうのは。我敢打赌了，星野，星野会死。僕期待されたり責任重いの嫌。我对星野便当味太重。他现在一直在插旗呢，他身上插满了旗。じゃあいつ独り立ちする？就感觉他是下一个目标呢。ずっとしないですよ。僕は一生このまま一流の二番手で居続けたいんです。それじゃ。一流的副手，欸，我蛮憧憬这个位置。一流的副手，因为出头很累。算了，在三浦联络之前，我先待命吧。大家现在要去哪里？等待三浦的来电，所以我现在要去随便晃，对不对？哎呦，喂，怎样？すいません。啊，不好意思，可以打扰一下吗？嗯，有什么事？我叫藤森进大哥，你对投资有兴趣吗？谢，投资理财。欸，咦，我，你要拉这种生意也要找看起来有钱一点的吗？不不不，就算是投资，现在这个时代，一般人只要有智慧型手机也能轻松办到哦。有智慧型手机智能投资。欸，等一下，我突然 想到一个，就是有点不礼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想讲的话，你们不要讲出去哦。我觉得目前这个藤森啊，目前这个藤森看起来很像 TG。你们知道 TG 吗 ？TG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实况组，你知道吗？他长得很像 TG 本人，好酷哦！你知道群众募资吗？就是在网络上向世界各地的人募集资金，最近几年非常盛行哦。哦，而这个群众募资 App 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方便募资捐款而设的哦。然后点几下旁这边的智慧型手机，就能随时投资自己认同的专案，而且不限金额。听起来是很简单，不过还是要花大钱。不会不会，因为是向世界各地的募资，所以一个人就算投资金额低也没关系哦。只要募集到的钱达到目标金额，该专案就会成功。届时该专案的投资人将可优先享受专案服务哦。你说服务会有什么样的服务？像是收到专案商品，或是可以使用新设施哦。挺有趣的呢，对吧对吧？我曾自己创业。筹措资金非常辛苦欸，当时曾经受到国外群众募资的帮助，所以有点像 Kickstarter 那种感觉。我也想帮助和我一样自己创业的人才开发这款 App。哦，所以你是老板吗？虽然是挂名老板啦，但只是个小公司，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嫌弃的话，还请使用我们的群众募资 App 哦。哦，他一次就加50，表示他第二个事件就结束了。对，我知道，我会再来看看。请多指教，再见。对，你现在可以去看那个，就是 TG 大大他开台的有露脸的实况，你再比对一下这个脸，你之后去补 BOD， 你就知道。我讲话不是空穴来风。好久没打架了。三角锥。しばらく寝とけっての。是这个尊山寿司还是牛油宴？牛油宴。我要吃饭。哎，欸，这里不能吃哦。还是旁边的寿司啊。寿司，你是哪一家你搞？啊，这里啦，寿司哦，咖啡店，干，盆栽倒了。欢迎光临，请问几位？就我一个人，一位吗？这边请哦。干嘛？啊？你是新店员吗？是的，我最近才来这里打工，我叫做岛美琴。美琴，我记得是这边的攻读生泽本之前说过那个女孩，原来如此，她喜欢这个女孩。你叫美琴啊？我是八神，很常来到这间店，请多指教哦。是常客啊，请多指教。替泽本打听一点事了，年轻人的恋爱还挺有趣的，真的像草。我就跟你讲吧，我是不是很会看点？这么有精神，让人感觉很好的美琴应该很受欢迎吧？没那回事啦。是吗？你没有男朋友吗？我干木村。这种话就真的只有帅哥的，从帅哥的口中讲出这句话才不会像性骚扰。对啊，我正在征男友，呵呵呵。美琴应该很快就能交到吧？啊，该不会是标准很高？还没有呢。
那你喜欢怎么样的类型？嗯，这个吗？开朗而且说话风趣的人还不错呢。哦，这样啊，那希望你能遇到好对象哦。嗯，八神现在要帮我祈祷，呵呵呵。多谢款待，谢谢惠顾哦。不知道怎么讲。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把全部的咖啡都啊，不能喝了，我只能喝普通的咖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哎。拿车，我的最爱。哎，钱，我六千，好多。感觉脚踏车干。他不会消失啊！这些被揍倒了，他的模组就变成这样，他会不会消失？还是他就是单身？哎、欸，不好意思，倒下这个人脸好像五百，你知道五百吗？就是那个让我将你心头摘下那个五百，五百老师，对不起。嗯，海豚在干嘛？哎、欸，站在那里不是海豚哥吗？海豚哥谁说话？交情似乎很好。哎、欸，海豚哥，这位是你认识的人吗？哦，阿龙，这家伙叫竹立，是我国中时的死党啊。竹立就是八神。就是我常常提到阿龙，哦，就是你吗？海豚跟我说过你的事，我叫竹立准人，竹立不动产董事长，你是老板？哎，对，但只是一间小公司而已哦。竹立的名片，我跟这家伙多年没联络啊，前阵子才碰巧遇到，最近经常一起喝酒，我也打算介绍你们认识哦。哦，这样啊，啊，阿龙，我现在要跟竹立去喝酒，你也一起来吧。哦，好主意，八神先生，请你一定要过来哦。啊，现在吗？哦、太突然了吧！哎呦，有什么关系啊？走，我们去 Tender。木村他们的行动点呢、啊？哎、欸，这是玛丽姐。木村他们的行动点真的跟就是童生他们完全不一样。哦、为什么海豚这个脸呢？现在看笑起来真的很欠揍，那种阴险的感觉。你们看现在这个脸，很像是那个用 Smile App， 然后把一个人那个照片直接强制挂上一个笑脸的感觉，很怪。这个笑脸。竹立从国中就很聪明哦，成绩都是全年级第一啊！哦，真是自由生哎！哎呀，也没什么啦，虽然功课好，但我很容易跟别人起冲突，老师大概把我当成坏学生吧。哈哈，也对，都是坏学生才合得来嘛。你看他的脸，你看海豚的脸，他的笑脸真的很怪哎，很不自然。啊，当时我跟隔壁亭的人有过节，常常和竹立联手起来对付他们。聪明的竹立负责动脑，擅长干掉我去斗殴，真是意外。真是意料之外的好搭档哦、啊， oh, 就是说啊，跟海豚联手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海豚，至今从来没有比你更棒的搭档啊！这句话真令我高兴。不过你现在似乎有了新搭档了。哎呦，原来是走这一套吗？那个我爱你，你爱他，他爱他，这种套路三角恋。嗯？啊？我吗？嗯？你说阿龙吗？啊，我们的确一起工作，但算不算搭档嘛？阿龙，你觉得呢？嗯，与其说是搭档，应该算同事吧。不过也称得上是搭档啊，不是恋人吗？阿神先生，抱歉突然这么拜托你，但我可以跟你借一下海豚吗？嗯，借啊，啊，借海豚哥是公事吗？对，其实我原本打算去事务所谈的，不介意的话就这里说吧。是什么样的工作啊？这老实说，我想请海豚当我的保镖。保镖？哦，喂，竹立，这是怎么回事？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我现在在神士町开了一间不动产公司，但这个业界啊，尤其是神士町特别多麻烦人物，像这样的新人很容易变成标靶。所谓的麻烦人物跟黑道有关吗？对，动不动就有人故意找茬或收取保护费等等，所以是想聘请保镖来摆脱他们的纠缠吗？没错，这件事不需劳烦八神先生，我想你应该很忙。哎，事情我都知道了，只要海豚哥答应，我没有意见哦。嗯，我也无所谓啦，竹立，就算咱们是熟人，酬劳也不能少哦。那当然，八神先生委托费一天80000左右，哇，好多哦。哎，啊，没问题，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愿意承接突如其来请求啊。海豚，
我们这对搭档要重出江湖了。艾波，艾波，请多指教了，搭档。嗯？啊？哼，真怀念了，我要请你多多指教了。所以来让我们看一段这段 NTR 的剧情是为了什么？我是支线是不是。干木村哭了，ダメだね，ダメよ，ダメなのよ。或许是和以前的熟人在一起，海豚哥感觉比平常更开心。你看，这什么备胎的那个想法啦？哦，木村，你才是真爱哦，你跟海豚才是天色一对。主力准人，海豚哥的搭档，明面上有主力先生的公司地址，假装待会假装工作溜过去看看吧。好诶、欸，玛丽姐不能说话了。竹立先生的，等一下我看一下 side quest， 群众募资有新的专案哦。什么啦？我想解读父亲的遗物一。我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两本老旧文献，一本封面写着“集中精神之术”，但我看不懂内容写什么，会委托专门机构解读。我需要各位的帮忙。如果顺利解读，我会传送复印版给大家，拜托了。十万、欸、好多、哦，个十百千万十万，我现在有58万，哦，都是20万呢、欸，十万、欸、哦，怎么啦？制造 new 拥抱能量，我是能量饮料拥抱能量的开发者，毕竟辅导、哦，我想制造更高效能的拥抱能量，但本人为个人制造，因此欠缺制作新材料的预算，请各位助我一臂之力，拜托了。这种东西在看到这种东西这种 app， 你们会想去赞助它吗？会想吗？但我觉得有一点点恐怖。超级马达 S， 好，就赞助各赞助4000好不好啊？各赞助4000啊，这个就直接灌到满了。哎，我现在是你的那个大股东。啊！我要怎么拿那个东西？如何找到二维条码出版专书？傻小，看战斗有什么可以点啊？我把那个集都点完好了。秋千活集是什么东西？终结中，在解放力量状态，连续攻击使出最后一招。挑衅敌人在华丽的化解敌人愤怒的猛攻并反击。挑衅要怎么用啊？不过挑衅这个招式可以用啊。在喝醉的时候反击。哦，这要拍到二维条码跟技能书才能学哦。这样子哦，始终求活，雷神。啊！技能书，什么？使用拨片开锁法可以看见一个沟槽。开锁好手，隐形人感觉怪怪的。这个药，啊，就这样。对，我刚刚是要看 side quest。哎，阿近藤，竹立的公司在哪？那竹立的公司，去看看海豚哥的工作样子，在哪 ？Where is it？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 Chapter 6。海豚哥受托担任竹立先生保镖，不知道他有没有认真工作。待会假装查案，你知道过去看看。
里面上有竹立先生的公司地，我应该留下名片当做证据。诶、欸啊、我的证据呢？这里是不是？天下一番大街后巷，吉川大楼三呢？哦，这么麻烦了、啊。天下一番大街后巷，天下一番大街后巷，后巷这边。哎，靠边！中国料理，黄河文明。哎呦，哎呦。这里吗？哦，真的被海豚哥打爆了！我得赶紧回家吃饭。啊！竟敢上门杀野！快给我滚！全部都跑走！哇，海豚哥好像很认真在当保镖哎、欸嗯！啊？那是什么人啊？黑道吗？大概是吧。那间不动产公司有传出负面传闻呢，有黑道为师也不奇怪哦。负面传闻只是一些风声啦，像是透过几乎可以说是威胁的交涉手段强行收购土地呀、啊。哎、欸，这些传闻不能听听就算了。大伯，啊、哦，这不是阿龙吗？怎么啦？完了，他们跑走了、嗯。啊，那些家伙是怎样、啊？海豚哥，你和竹立先生的工作还顺利吗？有没有遇到麻烦啊？啊，没什么麻烦啊。怎么？你觉得我会引起纠纷吗？是。不是那样的，只是听到令人在意的传闻。开头，海豚，今天工作结束，我们去喝酒吧。啊、哦，八神先生你也来了，你好啊，走吧，海豚，跟平常一样去 tender。哦，好啊，在那之前先吃饭吧，我饿死了。点点点，刚才听到负面传闻，令我有点不放心，姑且打听一下，去这条街消息聚集的地方，打听看也许会查出什么。这条街，这里啊、哦，这个。这里、欸、也不对啊，啊，要去哪里收集情报？我就不知道，哎、欸，卡拉 OK 会馆呢、欸？我怎么不能进去？所以这代不能打没打呢？打没有？但完蛋了，这个游戏在我心中小小扣了 0.5 分。这一章比较没那么紧，剧情没那么紧凑，反正是要我自己去触发东西。这里不是这里，哎，是什么？啊，聚集。收集要怎么收集？情报汇聚的地方啊、哦，所以我可以去bartender打听情报。哎呦，bartender在哪里、啊？都一番新微笑汉堡。哦，韩来这边是南公关的聚集地，所以这里也有消息可以打听。不小心穿到老伴的内裤，大小、啊。他们是混混。小野道夫来东京发展，你们还记得小野道夫吗？小野道夫就是那颗广岛的橘子。大哥，时间真大声。哎，钱呢？5000块，好哎。哎呦，这是什么？观看。啊？不管啦、啊，让我吃。我刚刚说我会付钱。客人如果没有全部答对，我们无法提供那道料理，请见谅哦。好死了，我是客人呢，请别这样。嗯，那是韩来的人吧？好像吵起来。
欸，怎么了？你是之前啊？你谁啊？我现在饿死了，很不爽啊！这个客人一直想吃梦幻五花肉啊！你答对问题了吗？啰嗦，谁鸟那些问题啊？快给我端出来！我有钱啊，得遵守规定才行吧？想吃就去学相关知识就好啦。对对啊，这位客人答对了全部的问题哦。啊？你吃了梦幻五花肉吗？嗯，对啊。不可原谅，还一脸胜利组的表情，就是有这种人我才会吃不到啦！可恶，快吐出来，把我的肉吐出来！神经病是不是？怎么可能啊？那我就让你吐。わかってこい。啊。好爽啊！啊，没了！脚踏车砸过了，脚踏车还想吃五花肉啊？先不看看你有什么斤两。够了吧？这怎么会？我每天吃烧肉锻炼的肌肉，学点教训，下次要认份的挑战问题。可恶！那个，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有没有受伤啊？没事。太好了，可以请教尊姓大名吗？我是八神，八神先生，谢谢你的帮忙。作为受您帮助的谢礼，今后将随时为八神先生提供梦幻五花肉哦，极致五花肉条啊！真的吗？这样可以吗？毕竟我受您帮助，这点小事是当然的，真的非常感谢您。再见。真的满了耶，在地评价提升到2，好耶，好耶，还是要乐于助人。去聚集地探听一下情报。看我今天吃晚餐吃蛮多了，怎么现在又肚子饿？我吃了一大盆沙拉跟那个跟 一整块鸡胸肉。他说：“咦，你在看什么、啊，大哥？”啊，不，抱歉，应该是刚下班男公关吧，好像有点打扰到他们。啊，我不能打听情报吗 ？No。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我也不能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就要去 bartender 了。雅天使。这里。麻烦的男人传讯息来了。嗯，先用贴图敷衍吧。没错，先用贴图敷衍他，然后再跟他说你要去洗澡，然后永远不要回来。我先去洗澡咯。沙奈的歌好好听，仿佛会净化心灵耶，呵呵呵。我就是 calm down。海老天国 ，AB Tengoku。哎 ，Bartender，Let's go。交谈。沙奈，沙奈不是就是那个刚刚那个路人讲的人吗？哦，然后他感觉他是东山奈良配音。咦，你是？我记得你是，好像在路边唱歌的女孩吧？在路边唱歌的女孩吧？对，我是美冰沙奈哦。你买过我的 CD 吧？哦，你还记得啊？嗯，因为我非常高兴有人捧场，不知不觉就把买过 CD 的人都记下来了哦。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Yagami的。我在神室町当侦探。咦，侦探，我第一次遇到真正侦探呢。那个，你似乎听过我的歌，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嘛，我觉得有点像东山奈样的声音，歌声很好听，歌词写得非常好。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哇，谢谢你，我好高兴。什么缘？我都是自己作词作曲的哦。哇，真了不起耶。对了，你是来这边喝酒的吗？难得看到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いえ、
不是的，我还未成年，我是在这边卖唱的。老板听了我的歌声后去找我攀谈。哎呦，老板好色。哦，原来老板也欣赏你。对了，这样，你能唱一首给我听吗？好啊，我很乐意哦。完了，版权。那就东山那样的声音呢？今天跟你聊天我很开心哦，我真的很喜欢东山那样子。我白天几乎都在路边唱歌，不嫌弃了，请再来捧场哦。去听莎娜唱歌，莎奈啊，不是莎娜，莎奈唱歌。哎，老板，你知道什么消息吗？哎，老板，最近海豚哥常来这里吗？哦，对啊，他常常和一个像是朋友的人来喝酒。哎，那个人叫做主力，似乎是海豚哥的旧识，现在是不动产老板。公司名称好像是主力不动产，主力不动产，阿龙，你没搞错吧？啊，绝对没错哦！你知道些什么吗？我常听到他们的负评，听说收购土地的手段比黑道还狠，老是爆发纠纷呢。啊，是哦。他们就有威胁、骚扰的恶劣的手段，四处收购土地。可是不是都这样吗？也曾有咄咄逼人的业务来到本店，像是看起来像黑道，也是个看起来像黑道的小混混。啊，这样啊，都不，喂，阿龙，海豚先生跟那种人来往不要紧吗？可是他本来就是黑道啊。我也不知道哎，总之我再跟海豚哥说看看。打电话，喂，もしもし，喂，海豚哥，你现在在哪？我在主力这边啊，有什么事吗？有些话想跟你说，我现在就过去找你。我知道了，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等你哦。你是男女朋友吗？我靠。我等你哟，旁边的职业赌博很淡定啊，这个是赌徒呢，表面要看起来淡然自若啊，才能虚张声势。哎，不要来啦！哎呦，海豚不会帮我。那海豚在我前面不帮我，你的朋友、你的老婆都被打了耶。阿龙，你要说什么啊？是一些关于竹立先生的事，他在哪里？啊，那家伙出去了，说是要去韩来聚餐，有他在场比较好吗？不，他不在正好。怎么了？我听到竹立先生令人在意的一些传闻，觉得最好让你知道一下。令人在意的传闻，其实那些是竹立的，我直接把他的保镖全部打掉。虽然没有确切证据啊，但竹立先生的公司似乎是以恶劣手段闻名的哦。他因为手段比黑道还狠而出了名，应该小心一点嘞。阿龙，难道你是特地来给我忠顾的吗？没错，我觉得有必要让海豚哥知道这些事情。那就不必了，我自认非常了解他。完了，他不相信我。不管旁人怎么说，都该由我亲自做出判断，不是吗？这是没错了。这边的事情交给我，你处理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这样啊，算我多管闲事吧。这件事情不用你担心了、再见喽。啊，我能理解海豚哥的感受，但还是很不放心的。竹立先生好像在韩来聚餐，去调查一下吧。但我才刚去韩来，但我顺序都搞混了，有时候顺序都乱了。shit。ボーナスが入った。不要！可以打，可以打，来，啊，后藤，故意取跟波奇一样的名字。为什么感觉让我变强？干！啊，前轮敲你！我好像玩人中之龙的那个外传，好期待啊！
我竟然开始在期待人龙的那个外传。啊，你不是说以后干掉都要嗑药？这嗑药要等 CD， 我觉得打 boss 的时候在那种会把你打成致命伤那种 boss 在吃啊。啊，找到了，和他同桌男人，哇，看起来不像普通的老百姓，小心翼翼的过去偷听吧。我要怎么偷听？正当光明从旁边过去，你是糟糕，主力先生认得我的长相，贸然靠近会引起他戒心，得想个办法才行。来，我伪装成流浪汉吃饭怎么样？我跟你说，我竟然还在期待 FYK 三个月后的冷饭盒子，可是我觉得没有中文呢。好不好？你会预购？我先拔草看风向。喂，无论如何，我有那块土地一定要拿到手，不准交给牛肉组啊！当然，我就是为此才把海豚找来的。海豚是个强大的棋子，有他加入，那群人根本无足畏惧啊！问题是那个顽固的地主会不会老实接受收购？关于这一点，我有个想法，请看这个。啊，这是谁啊？长得好可爱啊！刚升上大学的地主女儿，她现在一个人住哦，地址也被我查到了。哎，你该不会让欲望过剩的部下非礼她再拍下照片啊，就会是有效的交涉筹码？但这个是烂人，妈的！这年头，只要威胁把照片传到网络，地主就肯乖乖的点头喽。哈哈哈，不愧是族里，连黑豆都要甘拜下风啊！啊，约好了时间到了，海豚那家伙要来了，我先告辞。啊，今天的工作将会决定未来，一定要成功哦。主力那家伙一肚子坏水，海豚哥根本被骗了吧？海豚哥等一下是会来的寒来，等他过来再说说看哦。那，海豚哥可以耽误你一下吗？啊，阿龙，这次又怎么了？哎，海豚，等很久了吗？哦，八神先生，哦，你来的正好。现在全员到齐，我们就把话一次说清楚。阿龙，你要干嘛？海豚哥，我之前跟你说过主力的负面传闻，那些事果然不是空穴来风。啊，你还在打探主力的事哦？不是说不要查了吗？那是因为你很信任他吧？但是这男人不是你想象中的。哎，我发现突然这个目前的处境是有点像，木村是前女友。然后海豚是他前男友，然后但是前男友现在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然后前女友现在就一直在找，就是哎，现在他交了这任女朋友的不好的事情，就说哎，你们要赶快分手啊，那种感觉是吗？现在状况很像这样的。八神先生，你在说什么啊？装傻也没有用哦，刚才在寒来的对话都被我听见了。你为了得到想要的土地，打算找人非礼地主的女儿吧？之后再拍下照片威胁地主，刚刚不是这样说了吗？哼。你在说什么？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不，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你也打算利用海豚哥吧？嗯。哎呀，伤脑筋，我好像被八神先生误会了。啊，但是海豚，你应该非常了解我。你觉得我是那么恶劣的人吗？是。点点点点点。海波，海波，海豚，如果你信我，请你跟我来。海豚揍他一拳了。哦。啊，帮人帮到底，我会奉陪到最后一刻。海豚哥，阿龙，抱歉，拜托你不要多管，这是我的私事。嗯，私事。海豚，话说完了吗？走吧。哦。海豚哥打算利用你，你不能跟他走。阿龙，你没听见吗？我叫你不要多管。不，就是因为知道真相，我才不能坐视不管。我不需要你保护，海豚哥。啊，完了，怎么了？突然变得那个佐助跟鸣人一样。看你打算竭尽全力阻止我，没错，就算动手，我要阻止你。算了吧，你打架哪有一次赢过我、啊？以前的我或许赢不过你，但是我不认为现在自己会落败啊。哼，有意思，你现在很敢呛嘛？你今天很呛是吧？假如你继续挡我，即使要打败你才能离开，我也会动手哦。如果这样能让你清醒，我求之不得。差不，我不会手下留情，要政治上了阿龙。海豚政治，啊，海豚政治。海豚哥，我们给他一个面子。
好，我们给他个面子。上がってこいよ。どうしたおら。上がってこいよ。どうしたおら。上がってこいよ。哎，干，他闪掉了。哎，海腾哥不会把我打成致命伤，这意味着什么？海腾哥比平常那些 boss 还要弱。中看不重用啊，是这样吗？海豚意外好打欸。我还会跟那个就是像是真岛那类那么难打，就没有啊。你已经变厉害了，阿龙。呼呼，海豚哥被痛扁一顿，现在稍微清醒了吗？呼呼，别说蠢话了，根本不需要你动手，我从一开始就很清醒。海豚哥，你还不懂吗？快给我醒醒！我都劝了这么久了，为什么？你就是不懂啊！我甚至不惜跟你大打出手。哇，这个脸好悲痛。阿龙，喂，海豚，适可而止吧，这样会影响到宝贝的工作的。哎，主力，抱歉，看来就这么跟你走，实在说不过去啊。什么？这个讲不听的所长好像非常不想让我离开。如果你想带我走，就得立刻在这里证明自己的清白哦。清白？海豚，你在说什么啊？如果你相信我，哪需要什么证明？点点点，不，我并没有完全信你，我对你的一言一行也有不少怀疑哦。这什么？我跟你喝过好几次酒，难免会察觉你做了亏心事。不过阿龙说，不需阿龙说，我也想过你是不是变了。海腾哥早就怀疑主力了，那你为什么？我想要亲自确认，看看主力是否真的变了一个人。这便是我答应做保镖的原因，因为就近观察的话，肯定能看出端倪，而且每天还可以拿80000块。要是这家伙在我面前犯错，即使动粗，我要阻止他。我想说，这么做他就会清醒。什么啊？早点告诉我不就好了吗？所以才说这是我的私事啊！真是的，结果你还是一头栽进这趟浑水。独立，怎么样？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说阿龙听到的事情是错的。是吗？是吗？朋友真可贵啊！你想让我重新做人啊？我都要感动落泪了。喂，主力，海豚，海豚，你这个爱管闲事的个性，我从以前就看不顺眼。愚蠢的你，只要听命行事就够了。啊，你们几个工作了？哎呦，我看起来就很烂。既然得知我的计划，我绝对不能放你们走。哎，海豚哥怎么办？混账，原来是我看错人。是，海豚哥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吧？如果你要做个了断，我也奉陪哦。啊，抱歉，跟我一起上吧。你去做，好，咱们大干一场吧。凯特，凯特，我们的搭档关系解除了，你的新搭档也到此为止了。もう何なんだよ。他现在是拳击姿势。好了，可以。火焰好强，他直接被秒掉了。电的真的比较弱哎，火的好强啊，火的密钥好强啊。揍他一拳。喂，海豚，你重新考虑吧，再一下子就能赚到大笔金钱了，我也会给你报酬，而且。我们是朋友，是搭档吧？哇，刚话讲的这么满，你还想打肿脸充胖子是不是？啊，去死！啊，主力，给我滚！我不想再看到现在的你。海豚，如果是我直接把他脸踹烂。那海豚哥，这样好吗？没关系，
经过这次的教训，他应该也会反省一下。而且，啊，搭档的话，我已经有个更好的了。嗯，啊，够好的。阿布，阿龙，我这件事让你费心了，谢谢。今后也请多指教哦。哇、啊，好甜蜜哦，这对搭档，海豚哥，啊，亲一下啦，亲一下啦。这什么？要碰拳吗？什么？他滤镜变了。什么？这滤镜还变了啊？说什么蠢话？谁要跟你碰拳啊？哈哈哈！也对，跟我们太不搭了。哎，打完架睡神就来了，我要回去睡啦。海豚哥，我才要请你多多指教。哦，这假假的，但不难看了、啊，不难看。もしもし、杉浦だけど。哦，他是故意要让你剪完一个支线呢、啊。すぐ会えるかな。恋女房って釣り堀はわかる？知道。わかるけど、あそこそんなに有名なのか。知る人ぞ知るってやつ。じゃ、そこで待ってる。阿伟 ，Let's go。哎，不对。做完除毛了，哎，不要！哦哟，来来来！欸、有乐券的，好哎、欸！踹！大人哦，电基安情报。你也在这里。来了，真早，八神先生。そっちは？哎，我这边有配音。カジヒラ。好喂，有配音。何か出た。嘿嘿，ま、噂レベルだけどね。手応えありって顔だ。我去拿个东西。カジヒラと風見大臣はね、なんとあの創薬センターのことで密会してたんだよ。何？哦、何年か前から、有剧情可以看了。でかい再開発計画を立てて、極秘に準備していたんだ。都内のある広い土地を当てにしてね。それがここ。創薬センターか。だけじゃないよ。その周辺も。正確には医療システム産業開発機構の敷地全部。わお。で。それを管理しているのが厚生労働省だったってわけ。伟平集团想在后老省的土地上推动大型再开发计划。だから梶平は風見大臣に根回し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んだよ。再開発するには創薬センターから何から全部閉鎖するのが大前提だからね。でもそんな話、大臣一人説得して済む話か。それが済むんだな。もともと閉鎖って話はずっと前からあったみたい。医療システム産業開発機構ってその組織はさ、日本の高齢化に備えて研究を進めるって触れ込みだったわけ。ところが維持費ばっかりかかって十何年も成果なし、ずっと税金泥棒って言われてた。まあ、もともと天下りの受け皿みたいな緩いとこだったんだよ。そうか。じゃあもしそこへ大臣が閉鎖と言い出せば一気に潰そうって流れになるだろうね。おほ。でも大臣の顔を潰れるんじゃねえの。とんでもない手数料が入れば気にしないんじゃない。とにかく梶平は大臣に取り入ってもう大体話をつけてたみたい。この時点で贈収賄、しかもだよ、
梶平は先々の値上がりを見越してセンター周辺の土地も買いまくった。也就是说，要是在大臣的中介下真的开始再开发计划，尾平集团就能大赚一笔啊！这不是就是炒地皮？わかりやすい汚職だな。嗯。でもさ、やっぱ神様は見てるんだよね。哦。ある日、梶平の再開発計画は突然白紙に戻されたんだ。Why？ 創薬センターを閉鎖できない事情ができてね。啊。その理由がこれ。アドデックの論文発表。うん。この認知症の薬は世界にとって。哇，难得正义赢了一次哎！風見大臣はすぐ手のひら返して。对啊，难得正义赢了一次哎，而不是钱呢。だから当然、創薬センターとかの閉鎖話は立ち消え。梶平との密約なん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した。梶平は大臣。过来剧透了，哎，魏征安安，魏征大大安。嗯。再開発に魏征大大神秘的那个大决战好难打、哦、爱丽丝できな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アドデックナインのことは爱丽丝很酷不报纸我打不赢 IAS 怒お前これどうやって調べたんだ？さっき頼んだばかりだぞ。あ、我才不是木村拓哉，我是木村豆桃哉。全部ネットの記事に出てたんだよ。1年も前に。面白い記事だったけど、決定的な証拠がなかったのかな。ゴシップ扱いで話題にならなかったみたい。これは全部デタラメかもな。なんで？この記事書いた服部記者。ああ、服部、我就是专门写那个。めっちゃ嫌なやつだ。垃圾記者、無良記者。今日も源田法律事務所に押しかけてきたってさ。え？じゃあ記事のこと直接聞けるじゃん。すぐその人と話しなよ。うん、まあ。ああ、我们要跟那个讨厌的人去捞情报哦，好讨厌。尾平集团的巨款消失在神室町与新药开发中心之间。啊，这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会是共理会黑道与新谷被杀的原因吗？那又怎么跟以前那个大久保的事情要扯在一起？哦，怎么扯啊？我就看这个中间那个穿针引线那个针跟线是什么东西。啊，是谁啊？金兵同盟的干部带着一大堆部下在街下到处闹事哎、欸，他们似乎在找八神先生，请阻止他们的暴行吧。我该怎么办？那打 boss 啊，先出去外面看 boss 在哪里。打 boss 喽，这里。我真的变强了、欸，招式连段变得比较痛。しばらく寝とけっての。这是什么？漂亮的代币。哦，这里。呀，八神先生，我找你好久了。虎牙那家伙要我把你揍的连妈都认不出来。不管理由是什么，我很开心能跟你再打一架啊。虽然一段话想说，但是先用拳头沟通吧。本田电视，哦，又是他。要打这种人，你知道吗？就是要用这个啊！我不能用啊！只要按下 B 按钮，就能瞬间制裁坏蛋的神奇性。来来来来来来，瞬间制裁坏蛋，看我多强！制裁坏蛋！来，再来，再来，再来！制裁坏蛋！制裁坏蛋！哇、哦，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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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秒掉哎、欸！可恶！哎，我被秒掉哎、欸！我不是要制裁坏蛋，我怎么被制裁了？
啊，他现在在哪里？他跑到这里了，可被制裁了，真的干，好强哦！走开，走开，走开！我再去打 boss， 这群垃圾，都给我滚！砸到你了！我今天就要宰了你，走吧！葛西全泰，他比较好打。好，我们一样给他尊重。来，炸弹 ，boom！ 上がってこいよ。boom！ どうしたほら ？boom！ 上がってこいよ。boom！Boom!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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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靠背！啊！有没有被子？被子靠背！被子靠背！靠背！来来来，我的回合，来互殴啊！互殴，谁会赢？来，谁会赢？谁会赢？来，谁会赢？你有霸体，我有霸体。少啰嗦，葛西啊，葛西全泰啊 ，stupid， 喂，到了、哦，哎、欸，刚好有支线，好喂，白痴别推我，啊，这不是葛西吗？你把他抓来了，嗯、啊，要要你，哎、欸，八神你要干嘛？为什么把我带来这种地方？你有跟金龟金融借钱80万，他们拜托我帮忙讨债哦，哎，讨债你。葛西，我们已经确认过，你有钱可以还了。你每个礼拜都去高级泡泡浴了。哎呦，亏你们调查得到。但是啊，我可没有打算老实还钱哦。哎，不还钱的话，只好去那个地方见了。那个地方见？你在说什么？法院见了，法院。我有律师执照哦。你看，律师徽章。噔噔。律师，真的假的？你们平常好像干了不少坏事，上法院或许会不只有借钱这件事哦。你。说不定会顺便处理你们平常干的坏事，这样说不定会吃几年牢饭嘞。我知道了，我还钱就是了。真方便啊，八神先生，真是太谢谢你，真是谢你。好喂，哦，谢啦，我只是被他们找茬才顺便把人找来，你其实可以不用给我谢礼，这是我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那不就攻击不如从命了。接下来就剩本田了，他打架好像很强，你要小心。我被他打爆了，我被他打爆了。我被一招带走了，他一个锁喉蹦完，然后再砸地板上，有的时候把我喉咙扣住摔地板之后，然后再揍我一拳就死了。那这样还有另外一个 boss 可以打吗？靠北，这些死路。好在公司都开在这种地方，喂。哦，好帅！屁！原来是挡阵，没错。你有看到这个吗？然后拉开来，什么是史上最年轻的特级厨师？危险多的时候，应该还有一个 boss 可以打吧？没有哎、欸，我就吃饭去回那个，这里还有。看来该他跑啊！
我竟然第一次用成功哎！哎呦，想干嘛？哦，成功哎！这好强啊！Game over。与强敌作战时，建议使用能对单体造成大量伤害的一闪。此外，当敌人身上围绕华丽的气场 ，MA 致命攻击时，使用三角跳的攻击，或是用 EX 增幅与之对抗吧。哎，这里大大来，哎，我刚跳一跳，跳到自己死掉。哦哟，哦哟。我想看剧情，不要再让我路上打这些人了啦！我想要看剧情。Don't play with me, yo！ 没事，自摔，应该就没人了。我们去，赶快去主线。不要！哎，一个人了，藤井，藤井风。我很喜欢藤井风的歌，你没有听过藤井风的歌吗？阿风。大哥。时间食吃大啊！他长得好丑，藤井风才不是长这个样子。走阿峰派战，准备买香港特别专辑啊！他香港有特别的专辑哦，真好哎、欸！呀！啊，福田，福田啊，苦力哈啦，苦力哈啦。有没有脚踏车砸过？大哥，一个人你说。啊，谷谷啊，八神先生，你来的正好哎、欸。是玻璃棒厨房的谷谷先生对吧？没错，前阵子谢谢您对合作一事提出好意见嘞、欸。那之后我有向总公司报告，而且顺利采用八神先生的提案哦。请问他的手在干嘛？他的手在干嘛？他手上没有手机耶，哦，真的吗？哦，是的，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没人合作，没人决定合作的对象，找不到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敌对汉堡店啊，确实很难找哎，哎，真头痛。我建议去找摩斯汉堡，如果有好的合作店上，也能向他提议。他下个月来香港办演唱会，哦，是哦，我还真的是没有去过任何人的演唱会过，完全没有去过任何人的演唱会。哎，完了完了，那是把我打爆的人。小野，小野，小野，小野。最后选了三下打，哦，当然啦、啊，我们的三下打狼，看永远的永远的神，哎，靠北，你是买哪一张啊？哦 ，Space 那张超神 ，Space 那张超神，哇！这里大大果然跟我听音乐的风格很像。
SPACE 里面有那个吗？飛び散る恋のつぶてはえ、又是藤井風，完蛋。起きて走り去ろう僕らは夜空と一つになるまで。八神さん、服部。那首也有看到，可是好贵。哦，真的好赞啊！三下达了。本当に星野くんが追っ払ったのか。というよりは、沙織さんの沈黙に耐えられなかったみたいだ。殺。なるほど。该开歌会。それはきつい。不行啊，麦很烂。それを。例如，我现在唱歌，我其实我等下我不知道等下会不会敲窗户。太嚣张了。新谷先生のお悔やみを言いに来たの。そのためだけじゃないでしょ。八神さんに直接伝えたら。あ、真冬怎么了？哎，先跟新野讲话。あの、源田先生は今日お休み。爆发的一天会剩18%，回去只能回去野。可以打两场吧？哎，可以吗？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两场过也是过啊。俺に何かあんのか。嗯。啊，可是后面会有沙尘暴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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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田健二が八神くんの逮捕に動いた。那我刚唱那首就是你买的那张 Space 啊，我记得没错的话。啊。そういえば黒い。里面就有一个 Love Space。重要参考人だって引っ張りに。哎，怪男老师安安。何が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なんだよ、それはこっちのセリフだろ。一応聞くけど八神くん。那首那张专辑里面还有什么？等一下、喔，新谷を。嗯。やってないよ。忘了，忘了，瞬间忘了。仕方ないでしょ、賢治なんだから。我觉得我把它存在我的那个 Spotify 跟那个 YouTube Music 里面都有存那张专辑。泉田が俺を疑う根拠は何か証拠でもあんのか。どうかな。なんか私ハブにされてるから。ただ森田健二生まで八神くんを疑ってるみたい。我有什么动机吗？问号。嫌われてんだな。要取消 YouTube Music？ あ、是哦，我觉得 YouTube Music 蛮好用的。感情的じゃないはずだけど。まあ八神くんがやってないって言うなら安心した。あ、谢谢你耶。それでも何かあったら連絡して。好哦、私で力になれることがあれば言ってほしい。怎么突然这时候来？你以为你没学生优惠？可以当那个、啊、那个叫什么？哎，看 K K 提到那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可以一起去当那个什么荣誉什么什么人？我忘记了。一起订阅家庭方案就可以用 Music。八神先生，你帮忙打倒金币同盟的干部啦！哦，土耳其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阿根廷啊，对，荣誉阿根廷的也可以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下走在路上就能放心了，非常谢谢你耶！我已经将谢礼送至八神事务所的宅配箱了啊，我就是不能进去啊，我连续两个章节都不能进去，我要怎么办？哦，这样应该可以安心了。杉浦さん，哎，杰罗米安安，どうでした？一起当网络家了，哎、欸，真的。You are my family。創薬センターの閉鎖を働きかけてた。那个哪一个银行？那个什么广告 ？We are family。梶平の再開発はセンターの土地を当て込んでたんだ。ところがアドデックナインの発表で全部ご破産。梶平は大損を抱え込んだ。ちょっとそれ、じゃあ梶平と創薬センター。めちゃくちゃ関係してたんですか。服部の記事によるとそういうことらしい。服部さんって、我们这一家。だからその裏を。是吗？你们那边是 We Are Family 啊？我们这边我们这一家的主题曲是这个。欢迎来我们这一家。会いたくない時はしつこくつきまとってくるのに。充满欢乐的这一家。本当あいつとは相性が悪いよ。夕阳依旧那么美丽。もしもし。啊，明天还是好天气。今源田事務所から女の人が出てったよね。あ、真冬。ああ。My girl 真冬。真冬のことか。名前は分かんない。
でも綺麗な人。哎，你想被揍吗？啊？何やってんだお前。説明は後で。は？今その真冬さんがヤクザにつけられているよ。あ、是不是现在在播？真假的？ヤクザは4人か、もしかしたらもっと。我记得那个画家叫塔奇巴纳 K， 他们叫丽花，是不是？丽花家。今どこだ？我们台湾翻翻花家，花橘子、花柚子、花妈，然后他们好像真的是在姓竹，塔奇巴纳，对，丽花，那个丽花中茂那个丽花那个姓氏，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这样。是丽华。但小鹿说在哪？我们香港也是花家，对啊，对对对，应该都翻的一样的，台港澳应该都翻一样。我要开始追了哦！还追？那个画面还是4比三，不是16比九，还4比三。哦哦，这个跟踪也太烂了吧！哎、欸。这么明显呢、欸？啊，真东是在干嘛？后面一堆……哎，我就问，你看到这一条大马路上面，然后就你看身穿这种这么鲜艳、奇怪西装的人，然后就跟在一个女生后面，啊？他们不会发现吗？粉丝啦，啊？很扯哎、欸！你看，好多、哦。啊，わかった。なんか。ヤクザがケンジを狙うってどこの組だ？それはまだ分かんないけど、とにかく八神さんも急いでね。好。おお、ちょ待てこら。八神やな、お前。今急いでんだ。この先は通行止めや。ケンジのお姉ちゃんはわしらが先約や。わしら。何？早いもん勝ちやで。踊りは引っ込んでる。引っ込んでる。他怎么讲话跟真岛很像？来啦，我现在有这边很多台，你们一个一个来。有没有被脚踏车砸过？三角锥。直接把他扔过去啊！三角锥。お前ら誰だよ？なんで真冬狙ってんだ？嘻嘻，还没结束哦。嘻嘻，敢在那嘻嘻，我就扁你。どうしたタボ？哎，海豚哥。海豚さん。面白そうなことやってんじゃねえか。手貸すぞ。あ、谢谢。何やと？ちょうどよかった。ここ頼むよ。こいつらの仲間が真冬を狙ってる。真冬ちゃんが？こいつらの仲間に？とにかく、あとよろしく。听说那个 Craftopia 特价，我就想要不要买。真冬ちゃんを狙って。啊，明天是夏特，我还是等明天夏特看到什么游戏再决定这个要花多少。プリカワイがってやる。哎，好色哦，海豚。我可以操纵吗？大雄还没结束哦，这是什么？もしもし、八神さん、聞こえる？まだなの？先买卧龙第二集，我不要。うん、今中道通り。我不要。不是你要买吗？你不是 KT， 你不是光荣狂粉吗？快买啦！わかった。こっちも中道通りに入るとこ。急いでね。いいめ。もしもし、八神さん。気をつけて。ヤクザたちがそっちに気づいたみたい。あ？四人八神さんに向かってってる。ラージーゲーム。ラージーゲーム。真冬を見ててくれ。おや、車輪呐。看我就是走一段路，然后就被这一群人追，然后我就之后又会有人来帮我，对不对？招牌。翻一圈，哦，好痛！真东危险！
你要被捅了，还在讲电话。完了，这种黑色厢型车怎么能进人行道？完了。咦，哪里？我们本子看多了啊。完了，可以这样吗？睡啦。ヤガミ君，看，太明目张胆了吧？这是日本耶。離れてろ。なんで？这里是 Japan。え？ちょっと待った。ヤガミ。超大喷火，你有没有看到后面的招牌？超大喷火，开车怎么绕跑？我不知道，光速绕干。要按什么 QTE？ 我按得到吗？太慢了，快点啊！哦哦哦！双人合吸，双人连体技。他刚是在跳卡波耶拉吗？他刚这个动作卡波耶拉，来了，制裁坏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我要制裁坏蛋了，制裁坏蛋！来再来一次，制裁坏蛋！来再一次，制裁坏蛋！好棒哦，制裁坏蛋光线。没错，我直接电死。我跟你讲，人在做坏事，天上的老天都有在看。他们躲到哪里了？啊，真东的皮包放在那边呢。啊，你带他进去无料按内锁。大丈夫か？さっきの人たちは何？いや、分からない。俺も仲間の知らせがあったから来れただけで。カイトさんも助けてくれた。今度会ったら礼言っとけ。私がヤクザに狙われたの？なんで？你是检察官ね。悪い。ちょっと待った。ヤガミさん、無事？女の人は？杉浦。完了，这个镜头现在只带木村一个人，那是不是等一下他就拜拜了？僕の方はね、さっきのワゴンを追っかけてるとこ。ワゴン？真冬をさらおうとした？そう。もしもし、泉田健二、藤井です。完了，这个女人在干嘛？さっきのヤクザたち、強霊界だよ。何人か KJ アートで見た顔がいた。強霊界が、なんで真冬を？だからそれを直接聞いてやろうよ。现在听到赖老头子，看你俩谁打赖啦！彼女を安全なところに連れてった後だ。また連絡する。私なら大丈夫。泉田健二が警官を迎えによこして。看全田检察官，搞不好就是跟他们同流合污的人呢。その連中が私を狙ったの。そうらしい。理由は多分。你怎么贴图？因为你太可爱了，报复检察官你，是我把你拖下水。爱你是错过，你不用说。俺のとばっちりだ。干嘛选上面？我们又不是耳男。強霊界とは少し揉めててな。だから思い当たらないこともない。カムロ町でヤクザと揉めるなんて。亲下去，亲下去，亲下去，亲下去。顔殴られてたよな。大丈夫か？もう二度とこんなことがないようにする。協力会と話を。被说这种话，我直接晕烂呢。危ないんじゃないの？私なら大丈夫。もうカムロ町には近づかないようにするし。そうだよ。ヤガミ君もこの際
少し街を離れたら。完了，警察。怎么有点恶心？这两个警察。もう大丈夫だ。哎，这警察看起来很坏哎，怎么办？我觉得不是好人。俺は当分この街を離れる気はないよ。どうして？今追ってる。前提是脸要够帅，不然还是警察。哎，是是是。つながってきた。三年前のって。大久保新平の。ああ、モグラに殺された新谷は創薬センターの庄野って研究員に連絡を取ろうとしてたんだ。その庄野は大久保の事件で検察側の目撃証人だった。それだけ？哎，对了，最近不是应该说今天啦，今天不是有消息那个《狼与辛香》要出新动画？我希望 OP 还是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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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那个把它重置一下，我就可以重听一首，就是重听那首神曲。希望啊，希望。生き生きしてるって感じ。じゃあまたな。求找同个人呢？真的耶，希望哎，拜托，拜托。もう動ける。そっちは今どこだ？我很喜欢那首歌哎，什么那是叫什么？タビの什么途中是不是？那首歌，旅途的途中。山でみんな降りてった。公園前通りにある本丸園って店。本丸園。海藤さんも向かってくれてる。よし、わかった。すぐに行く。本丸園是什么？饭店。找饭店。好远呢。哎、欸，可以从这里进去。好哎、欸，破败的中华街，是青浦下士。哦，你说唱歌人是青浦下士？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哎、欸，我只知道歌名，叫做《旅途的途中》是不是。旅の途中。哎、欸，干嘛啦？哎、欸，又是海豚。海豚だ。哎、欸。あ、もうキャバレーの近くまで来てる。そっちは。店の前に着いた。完了，我就在路上等他。速度も一緒だ。俺ももう三台车了。抱歉，抱歉，抱歉，路上接电话，路上接电话。哎、欸，要是我看到有人在我，哎、欸，又是老板。要是我看到路上看到有人在路上跟我这边讲电话，尼诺克，这个直接给我撞死。江米桑，哦，巴神先生，欢迎光临。哦，你好，社长，你今天也在店里听客人的感想吗？啊，对啊，毕竟客人就是我们的评审，对吧？哈哈，对，没错。呵呵。话说回来，巴神先生，你知道商场上的赢家是怎么样的人吗？嗯。商场上的赢家，这个吗？了不起的人。有很多部下的创造出热卖商品的，对啊，白痴哎、欸，在路上讲电话真是欠撞了。创造出热卖商品的人吧，毕竟这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事啊。这样啊，不对吗，巴神先生？我认为所谓商场上的赢家是让客人获胜的。哇塞，这真的没有自入吗？把他的形象搞得这么好，让客人获胜。以经济实惠的价格提供美味的肉，如此一来能让很多客人高兴，这样就是让客人获胜。能用便宜的价格吃到美味的肉，确实会觉得自己赚到了啊！只要像这样让客人高兴，客人就会再次光临，如此一来就会越来越多客人上门光顾。哎，对了，哲理大大，你在日本的时候没有吃那个いきなりステーキ有吗？好吃吗？我每天都是怀抱着这样的想法，努力让客人获胜。可是老实说，我真的有被这个人中之龙稍微烧到一点点，工伤到啊！干，下次去日本好想去吃这个 ikinari steak。原来如此哦，真不愧是社长，说的对，说了很棒的话哦。你有路过没去吃？哼，好可惜哦，哈哈，不敢当。还差50，我就可以全满了。
社长，你又来到这里了，会议就要开始了，请赶快回公司吧。啊，本村已经这个时间了，抱歉。啊，那八神先生，我先告辞，请再度光临了。再见。商场上的赢家就是让客人获胜了。哇，真不愧是社长，说的话很有说服力。可是有时候让客人获胜，客人不是就不会买你的商品了吗？好不？哎，谁？啊，这里哦，什么卡巴勒？卡巴勒什么？哦，还可以从这里进去。難しいな。よし。哦 ，X。Yo。哦。我要怎么上去？哦，这里是搭电梯到三楼，还是到四楼？啊，这是赌博的地方啊！到四楼。已经有客人了。哦，做药的地方，景山先生，你有能让出涌出精神的仙药吗？可以再给我之前那种仙药吗？啊，有两种的话啊，拿去，我特制的仙药。啊，真是太感谢你了。这段支线我不太想解，怎么办？这段支线我不太想解，之后再解。本丸园到底在哪啦？蝴蝶兰这边吗 ？Pop， No， 哎，这种代币，漂亮的代币，觉得应该在外面，我觉得我进错地方了。啊，这里哦，他就蹲在路上吸烟。会不会太挡路哎、欸？見て、さっきのワゴンが止まってるでしょ。ああ、ここも強霊界のアジトってことか。ああ、多分な。中にどんだけ人数いるかはお楽しみだ。もう行く準備はできてるか。好啊、Let's go。ああ、いつでも行けるよ。あ、ねえ、作戦とかは？そんなのダメ。あ、海豚。でも、又会原地用砸的。分かんないんだよ。何人いてもやることは変わんねえってさ。ああ、今は作戦とかそういう気分じゃないんだ。なんで？因为我现在很火。さっき目の前で真冬ちゃん殴られたからだろ。マジか。よし。没错，感动我的女人。タボ。一番乗りはお前に譲ってやる。俺の女。来，副本，打副本。我玩竹炭。那面具是实习的吗？搞不好是哦，他的耳朵那个耳环那边，搞不好有那个磁铁。止まれよボケ！止まれよボケ！お前ら、真冬さらってこんなところに連れ込む気だったのか？誰があいつをさらえて？村瀬か。それとも塩屋？なんやと？チンピラは引っ込んでろってこった。そうそう。やかましい！やかましい！ええやろ、上等や。楽には殺さんでこら！おら！来了，我来制裁他们了。啊！我不能制裁他们了。
来来，还有谁？还有谁？是什么康康舞？哎，好久没看到这种舞了耶！もっと真剣に踊らんかい。はい。アンドゥトワ。アンドゥトワ。アンドゥトワ。何やってんだあいつら。どうも緊張感ない連中だね。お兄貴、ヤガミ。お。哎，感觉是停，妈的！不要再给我出现这个名字。爆！爆！どうしたほら？上がってこいよ。どうしたほら？上がってこいよ。どうしたほら？上がってこい。哦哦，合体技哦！啊，三浦没有吗？三浦没有吗？注意啦，百裂角有没有玩过？有没有玩过春丽？啊！又变我一个，我的伙伴，我觉得我每次伙伴都很早就退场了，好过分哦！啊，这桌子我不能现在用吗？没有吻合的钥匙，这里本玩员的钥匙。太多了啦，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钥匙圈？ヤガミ！ヤガミ！枪啊！哦哦！バカ、撃つな！そいつを話せ、卑怯だぞ！誰が話すかっつうの？やめろ、そこだ！啊，想开枪啊！你的枪怎么？是塑胶玩具吗？但我想说拿着枪走到下一关的呢。干，好烂！还是 BB 弹啊？又有枪啊！銃刀法って知ってるか？枪炮管制法。来来来，过来这边，过来这边，过来这边。来来来来。痛哦，枪好痛哦！音响 ，speaker， 有，继续跳啊！怎么不跳了？跳啊！啊！那谁才是反派啊？哪里啊？这里。来的。这干嘛？这可以拿什么？哦，强生饮料 Z。ダメか、違う。
哦，这个很难。よ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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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难啊！哦，秘技耶！哦，哦，原来这种招式都要解这么难的东西哦，大概懂了。然后前面这扇门应该也有东西。好喝。哎，没拿到。哎。太多障碍物，好烦。我已经推得很准了呢，那个90度。那我觉得干。哎，好难哦，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东西哦。哦，慢慢推，我大概抓到诀窍了，慢慢推。很懂哎、欸，怎么判定这么严格啊？よし。啊有。もう少しだ。難しいな。ダメか。我不开了！妈的，垃圾游戏，白痴。我觉得不是呢，它范围就这么小，你就要这么刁钻，然后从那边进去的。啊，好啊，我现在又没铁丝啦，不然怎么办？妈的！哎、欸，刚才这个真的该喷，这个，我觉得那个铁丝什么开锁法那个真的该喷。差不，还是有技能可以点让它变大。次はもう当然。だから言ったろ。それじゃ行くぞ。主播，你吃广告了。现在只要订阅给他按下去，你就不用看到广告了哟。手榴弹了。烟灰缸啊！我才刚拿完就不能用了。啊！好怪啊！是高中生吗？阿小，あんただったか、塩屋。正面から看起来像李多的人。やるやないか、八神。それに可能是30岁的高中生。あ
頭数だけでクソの足しにもならんの。お前ら、今夜は何本指飛ばす気や。あ？真冬をさらおうとしたな。おう。干嘛？碰什么？俺らと喧嘩の続きがしたいだけなら直接俺んとこに来ればよかった。何が狙いだ？ちーっと仕事を頼みたいんや。あんたらに。あ？仕事？頼むからにはどうやっても断れんようにしたろう思うてな。あのお姉ちゃんに役に立ってもらいたかったわけや。バカだね。どうせうちは金さえもらえりゃ何だってやったのによ。おい、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だろ。ただ真冬ちゃんが殴られた今となっちゃもういくら詰まれようが無理ってもんだ。万が一多忙が受けても俺が潰してやる。だから受けないって。おもろい連中やな。せやけどやっぱ先に喧嘩の白黒つけんと。なんや、話が始まる。我的密钥已经准备好了。ねえ、你要确定哦。よっしゃ、お前らやってるや。这个我就问那个岩屋刚那个出场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意吗？他的战斗风格是跳舞吗？是这样吗？消耗开发预算啊！他这样就被我打，就被我打退了。我就站起来了。好，第二阶，再来。哦，哦，认真了吗？注意听，小朋友都按得到。吼，哦。来了，谁的血比较多啊？哈，谁血比较多？你死！你们在干嘛？哎，我才刚举起来。注意啦！再往他脚上多踩几脚吗？哎，轮椅。不、哦。谁啊？喂，后ろにいるあいつ。我不啊。例の服部って記者じゃねえか？没错。じゃああのじいさんは？尾平。是吗？尾部还是尾平？あの人にこんなとこで会えるなんてね。あ？おう。おう。お前らが八神探偵事務所か。あのおじいちゃんが尾平。全カジヒラグループ社員1万人のトップ。カジヒラ茂会長だよ。尾平茂。
什么啦？哎，怎么断在这里？什么啦 ？I don't know why。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モグラによる新谷弁護士殺害。干嘛？警察は干嘛断在这里？疑いをかけ、重要参考人であるという。現在と過去の事件が交錯する先端創薬センター。かつてその敷地を開発用地として大規模な再開発計画があった。計画を立てたのは関西のゼネコン梶平グループ会長梶平茂。梶平茂。长得也太像行政院长。你说在那叫什么？是那个人吗？在那叫什么？那个人。あのおじいちゃんが全梶平グループ社員1万人のトップ梶平茂会長だよ。韵味有出来。再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剧情。そこの。服部さんは知っとるな。あ、其实认识、我还想扁他。この人からいろいろ聞いとる。俺のこと？例えばあんたの弱みが何かとか。服部さんはよう知っとったで。よう。その弱みってのは、真冬ちゃんのことか。八神さんの妹分いうとこか。あんたを。あ、我还有妹妹。塩屋が真冬を狙ったのは、木村还有妹妹、あ、什么时候的事了？あんたらの腕を見とこう思ってな。何？けどもう協力会がそっちに手出すことはない。このわしが保証したろ。その代わり、どうせ何か条件があるんだろう。一つ仕事頼まれてくれや。啊、你就直接委托我就好了，干嘛拿什么把柄什么的？北七是不是？今から一年前、私は厚労省のある土地でどでかい再開発を計画しとった。ああ、服部さんの書いた記事は見たよ。さすがやな。計画用地は医療システム産業開発機構の土地全部。神室町が三つ四つ楽に入る広さや。厚労省の風見大臣ともなしつけて、周りの土地も業者安値で買い漁ってな。あとは早いとこ創薬センター他に潰れてもらうだけやった。けどそれを大人週末ほどわしは先が長ない。そこでつこたんが橋木よ。哎呦哎呦，我这个远看就比较像那个。在那叫什么？写真の男。有有有。その橋木です。那、啊、你怎么我的 line？这个人是新面孔，他是谁啊？橋木は創薬センターの副所長。私はそれを抱き込んでセンター閉鎖に向けてサボタージュをさせとった。サボタージュ。ああ、できる研究員は追い出したり、目星研究はよそに情報を漏らしたり、ようやっとったであいつは。そりゃまたあっぱれなゲス野郎で。ゲス野郎。橋木はあんたのスパイだったわけだな。ああ、ところがや、ほとんど瀕死やった創薬センターが、あれのおかげで一気に息を吹き返しよった。まあ、失智症の薬。アドテックないんや。あの日を境に、大臣もセンター存続に手のひら返し、木戸の側について再開発は白紙や。わしと橋木から容赦の橋を外しよった。その橋木は今どこに？死によった。ほ？え？半年前、神室町で殴り殺された。我被揍死哎！センターの副所長。我被揍死哎！他说殴り殺す哎！今も犯人が見つかった。是被活活揍死哎！警察は酔っ払い同士の喧嘩や言うて済ましとる。八神さん、あんたにはその事件を調べてほしい。啊，调查这个，然后你要去报复是不是？啊？橋木は計画的にやられたんやと思うと。計画的に殺されたって。そう考える根拠は？あいつは
アドデックナイをまがいもんやと歌うとった。お、じゃあほ。まがいもん。なんでだ。センター閉鎖の話が出た途端、急に画期的な新薬の論文発表や。タイミングが良すぎるやろが。ハシキはアドデックナイに何やからくりがあるだろう。包起来棍棒打死。そやからその裏を嗅ぎ回ってたんや。カムロ町で殺されるまでな。じゃあ。例えば木戸あたりがタシキを殺したって言いたいわけ。ほんまにそうやったら今からでもセンターは閉鎖やな。再開発は仕切り直し。あの土地に突っ込んだ。那为什么要帮你们做坏事啊？啊。帰ってくる。那为什么要帮你们做坏事？このままやったら千億が飛ぶなんや。千億？わしらがカムロ町から引けん理由がそれよ。そら執念深くもなるか。而且杀死端木的人很可能是尾平的敌人，也就是保护 ADDC9 的那方。对啊，对啊，干我屁事！干我屁事啊！怎么才一千万？哎，三兵，这个一千万很多，在这个人龙世界观里面，哎，人家人龙世界观，人家第一代为了十亿日元而已哦。哇，东城会就腥风血雨，死了几个元老了。哇，这边是直接翻了100倍。欸，就是那个十一让秋山有机会开他的那个天空金融。もしそうなら、あんたかて調べずにはおられんはずやな、八神さん。せやからわしはあんたを選んだやで。この仕事を。对啊，可是我就怎么觉得感觉你也是你在设局啊？问号，为什么要听你的？问号 ，Why？ 服部さん、あんたのおかげで真冬がさらわれるとこだった。なんか言うことはないのか？私もここへは梶平会長に無理やりさらわれてきたようなもんです。好きで八神さんのことを喋ったわけじゃありませんよ。哦，真的哦，真的哦，是哦。でも一言謝ったって良さそうなもんだ。哦，干，直接走了呢。干，这个人，我真的是下次遇到真是直接扁。それより、もうそろそろ行かない？ほら、厄介なのが目を覚ましそう。再踩一下。そうだな、すぐでよ。把脸踩烂。哦哟，踩烂啊木村！干他上，我们现在见到他就三条血，下次见到他四条血怎么办？把一条血踩掉了。そう。半年前にカムロ町で殺されたらしい。急で悪いけど、星野君の方で事件の情報を集めといてくれるか。明日まで。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ほんじゃま、この続きは明日。源田事務所でだな。ああ。お疲れ。八神さん。うん？僕、やっぱり八神さんと組んで正解だったよ。おほ。一気に梶平の会長まで出てきたからね。梶平の不正の調べもはかどりそう。俺の方もおかげで真冬が助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な。じゃ、また用ができたら呼んで。啊，断在这边啊！今天回去休息吧。好啦，那一天一章啦。我们也看了这么多后面的剧情了，那今天就开台就开到这边喽。感谢各位收看了，拜拜。